里清楚无不得，自我心自在地大有无明。来，来，先来。因为弟弟这两种有言那个背，有那言那个背，汉字不言一句话是毕业自修。咱今仔日要修的，要毕业这个自修，爱有汉字不言的这个精神，哦，爱有汉字不言的精神。那无呢，咱无得，咱嘛无伫这个毕业哦工业的内面，咱无法度。这就是职业自修的方法。你是非人不官，是教学成人培养的功夫。哦，非人不官就是多教，还是千万天培养的功夫。这孔子唔通把你讲到足详细，也嘛讲到足简单，互咱看到当了解。这个事在孔夫子来讲，已经成为习惯。这事在孔夫子来讲。已经成为习惯了。哦，伊讲我会安尼，哦，何有与我在？何有与我在？除了这三句话，我无甚物话啦。哦，因此三件事是相辅相成啊。这三件事呢，是大家小听啊，小信。哦，你家己有纪律认真，哦，有学而不厌，当然到有一个境地，你会感觉讲。因为我干学字不严，干来内修尔，无来行功立德，无来纪律入钱，太会使啊！哦，无来入钱，技巧有练，一定爱入钱啊！哦，安尼后日你才有机会，登到西方，有一阵啊福气，咱登到西方，哦，做事业老婆娘在讲，啊，你娶我一人登来，迄个时阵你话头好咩？人都拢娶规定，咱拢无娶啊！咱底下的殿下，咱底下的殿下，见你唔知影，见咱唔知影，所以咱就姊妹，哦，这个孔圣人教咱教人，教人来学不严，是教不惯，不是不惯咯。那么安尼呢，咱后世更是咱不能，我那个当先知，圣人的先知，圣人先知。所以这是孔夫子来讲。已经成为习惯，因此三件事是相互、相辅相成的。能力是啊，能力是磨刀，就会发生变数。你点点啊去甲磨灰，磨刀你会哦引起变数，发生变数就会学习不变，哦，你就会学习不变啦。学好会感觉学无止境。学了后，你会感觉讲，这个学哦，不是咱啊学无外久就会了啊。这学海呢，学海无来啊，哦，来来来，学海渊博，学问渊博，六行之道，圣人天，圣人天德，因彼众生，咱会了解。学问啊渊博，咱就是讲要来行，要来做，有耐心，一定爱活。要来行，要来做。圣人天德，圣人伊就是从天的德安，因彼众生，伊所有物件，咱因彼众生。好来，阿伯，咱暂时来休困哦，暂时休困。感谢讲师慈悲，贤道宗，坤道宗。哦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